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妹妹。啊，你好。那个，我是过来旅游的。啊，过来旅游的是吧？我可以去你家看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是吧？嗯。那好，你带我进去呗。可以。谢谢你。没事。哦。不是，这里面挺脏的那个。啊？里面就是没说是，不要介意就行。姐姐想你了，但姐姐不说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姐姐希望你能对号入座。给我推测。妹妹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小洛。小洛。嗯。哇，这名字真好听。不是，我的名字就比较长。比较长。嗯。几个字啊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啊。叫啥吗？那个就。说出来这有点尴尬的嘛，没事，再来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校宝的地方必须快乐加倍。今天很高兴认识这位妹妹啊，但是咱们闲话不能多聊，继续看看妹妹的生活。哇，你家好大。不，就比较乱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是不是有点害怕我？没有啊，过来坐。哦，你多大了？啊，多大了？我23。23？嗯。哇，还很小呢。嗯。没事，你过来坐嘛，就不要嫌弃就好。没事没事，不会嫌弃的。你家里好干净啊。没有。嗯。一看就特别勤快。没有。你准备请我吃什么好吃的吗？我今天吃腊肉。腊肉。嗯。是哪个腊肉？嗯，这个你想要吃，你想要吃肥的还是瘦的？我当然喜欢瘦的。瘦的，那给你挑个瘦的。这边。太多了吧？不多不多，就是，反正就是看起来肥，但是做的时候这也还好。也还好，那随便都可以，我不挑食。好。你好腼腆啊。没有。那你看哪个嘛，我可以拿下来。随便都可以。你好害羞啊。不要怕，没事，你拿着。嗯，你拿吧。嗯，但是我你够不到吗？够不到，我来。够不到。我来吧。啊，还是我来吧，因为你们。好吧，好吧，慢一点哦。没事，那就挑哪个好呢？随便都可以。我挑个瘦的给你。好的。就是瘦肉瘦的多一点。这个，好，可以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嗯，谢谢你。虽然看着肥，但是吃的时候就反而。你好。你好，哎呀，能听到我讲话，挺好的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这是我爸，60多岁了。哇，60多了。对。你好，叔叔你好。嗯，好吧。哇，你长得好帅啊。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帅哥，你知道吗？那必须的嘛。那必须的。那一看比我帅多了。你觉得我长得帅吗？帅。帅。帅，对。你能把帽子摘下来吗？为什么呀？这个帽子不能戴的吗？我看一下吧，是不是没洗头？不好意思。是没洗头，也没洗头，也没这个。那有啥嘛？我不摘。摘一下嘛。不摘。我这个不摘。那我要去那个，我要蒜苗，那个蒜苗炒那个腊肉给你吃吧。走吧，我带去。好的。你们以前来过这里吗？没有来过，第一次来。是吧？嗯，去哪里摘菜吗？他说这里面。我婶婶说的是这里面。哦。你不会单身吧？你那么害羞。我单身啊。单身啊。啊。难怪了。嗯。在哪里？我问一下可以吗？又我不怎么在。这个有点难弄，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弄这个，
这个叫蒜苗。蒜苗。这个加在腊肉里面好吃是吧？还好。还好吗？对。你想试一下吗？你想试一下这个吗？这个是打人吗？就不是的。嗯。就是摘呀、啊。摘吗？嗯。你摘就可以了。我摘，你看我没力气。好，那我来。你把帽子摘了，我就帮你拔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摘一下嘛。小洛妹子啊，是我在这座大山上面看到的最美的妹子，真的就是不接受任何反驳。你真的是长得是太漂亮了，尤其是刚才拿掉帽子的瞬间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我都头发都没洗，然后我都不敢露出来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。然后也非常的热情啊，正好是心特别善良，点赞。你会炒土豆丝吗？啊。哇，你什么都会啊！我菜我会，但是没有那种这边没有那种调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爸妈没有吃那些，不然的话，因为在外面那个经常是我一个人，我自己做饭吃的。你在外面打过工吗？嗯。对，我看你的样子就能看出来。是吧？对，特别白，不像当地人。没有。其实我以前在家里面也白的呢。哦，以前在家也白。对。然后出去更白了，是吧？没有，但是我感觉以前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就是换来换去，回来的时候更容易黑呢。没黑吧？黑。我觉得挺白的，真的。要烧才行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等我失去的时候，我才后悔莫及。回来了啊，准备做腊肉。其实我本来想吃土豆的，但是妹子特别热情，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对，你坐好，好的，好的。嗯。你要穿我们的服装吗？我给你穿，然后你要照吗？那我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啊，等会儿我拿给你试。那你也穿呗。我。嗯，咱俩合配的。可以啊。好的。但是因为我好久没回来了，然后我服装都是。好久没回来了吗？我两年没回来。两年没回来了。对，过年也没回来，我爸妈都想着我。这么久没回来？嗯。那你是啥时候回来的吗？我是20，好像我是17号到的，但是没回来，因为我有些朋友，我一回来他们要那个。送你玩。对啊，然后踢我的玩去，然后昨天才回来。哦，昨天才回来。那我今天碰到你，是不是运气特别好？对呀、啊，这缘分。哦，你抢我台词。真的、啊。哎，真的是缘分，真的是缘分。真的是缘分，不然的话，我昨天都还没打算回来，因为我爸爸老是打电话给我。哦，那你刚刚看到我，就没有一点点害怕吗？没有啊，因为看就是人是第一眼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看得出来的。你们是不是都有第六感？嗯。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就通过第一面。你是一个适合做哥哥的人。没听懂。适合做哥哥的人，做大哥。适合做大哥是吧？对。谢谢你。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做你哥哥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？你可以啊。当然可以啊。要不要帮忙？不用，没事，你回去坐一会儿嘛。我这个我来就行。那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啊？有。你是老几？我是老六。几个哥哥，几个姐姐？一个哥，四个姐。老六，你家有六个，你是最小的。嗯。哦，妹妹。嗯。你后面那个有一个羊。嗯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嗯、你怎么什么都可以啊？没事的呀，反正我们家多，因为我爸妈就喜欢养这些。养这些就是过年的时候吃吗？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的嘛。
那你家鸡可以吃吗？啊？你家鸡可以吃吗？什么？鸡。鸡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可以呀、啊。可以、啊。你真的太好说话了。养这些不吃干嘛呀？那啥都不说了，以后你就是我妹子了。嗯。有啥事情哥罩着你，好吗？好呀。